主料：绿豆150克，辅料：糖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绿豆洗净，泡半小时至1小时，加入4至5倍的水，放入电饭煲里，按下按键，煮至豆子开花。趁热加入白糖，烹饪技巧：豆子开花就可以了，别煮太烂，绿豆的营养都没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